果你要赖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边路要怎么走？一直稍微路啊。对啊，过来了。小姐，谁可以帮我报警？谁？小姐，我只是要跟你要电话而已啊。哦，哦。小姐，你好，郑龙，可以跟你要手机或LINE吗？你今年几岁？有车有房吗？年收入多少？大概10万左右吧。也太少了吧？那你以后怎么养我？养你？你有遗传性疾病吗？你干嘛问那么多？我都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啊。好，谢谢，那下次再约。不会吧，他是要跟我搭讪吗 ？Oh my god， 他是要跟我要赖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这边路要怎么走？因为我不是这边的人。前面红绿灯右转就到了。哦，好。所以你只稍微路啊？对啊，过来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小姐，你是在地人吗？看起来像外国人，住附近吗？附近。那你今天是来看书的？我想跟你加个 LINE 当个朋友，可不可以？先别说这个，你的车有保保险吗？没有啊，怎么？就我们公司有推出一个新的优惠专卡。哦，好想交男朋友哦。真的很羡慕你们哎，上次都可以手牵手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你讲话。我先挂掉哦。我想认识你，可以跟你加个 LINE。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嗯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哎，baby， 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啊？ Baby? 如果你等一下没事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逛街啊。我等一下跟我朋友去逛街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先打电话给我朋友。我不是才刚认识吗？喂，子君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要带我男朋友一起去哦，可以吗？应该不介意吧？好啊，那我们走咯。OK， 我们这边吧。小姐，可以给你当朋友吗？可以，我想加你的 LINE， 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太好了，那 LINE ID 呢？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可不可以大声点啊？我耳朵最近才看医生。陈胜，不是哦，你先讲全名我听听看。第一个字，有两撇，这个有一横。第一个字吗？再一次。